球技也不怎么样呀。我要赢你的话，你跟我出去交朋友才行。可以。可以。喜欢他吗？哎呀！师傅把人给虐了，被人虐了，谁虐你？就旁边那个女的。女的？你没跟他说你师傅是谁吗？说了，他都踩都不踩我一眼。在哪呢？就那个。12点钟方向，发现敌人。走，可以扫荡，行。谁虐的我徒弟？是我，怎么了？你不知道他师傅是谁吗？我管他是谁，你徒弟水平都那么差，师傅可能也好不到哪。他师傅就是我。所以呢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想跟我们教练打一场？是不是？对，我今天就给我徒弟报仇，我就要跟他打一场。你当什么人我都和他打呢？你水平怎么样呀？要不你先接俩发球试试，你要能接上的话，我考虑考虑和你打。我能接上你给我打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行。来，你给我发，好，来吧。我发了。好。现在开始了吧？开始。好，能开始吗？来。好。你这球技也不怎么样呀。我要赢你的话，你跟我徒弟交朋友才行。可以。可以。喜欢他吗？哎呀！小徒弟。我操！上！哎呦我的妈！